你说这叫杏香菇？对，杏香菇，它是本身有香菇跟杏鲍菇的混合吗？对，哦，你真聪明。这是所以叫这是你们独一无二，你们有的。对，你们这些培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好不好吃？好吃啊。价格有没有比爸爸贵？贵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青出于蓝哦，虎父无犬子哦。那我们要用这个来切吗？不用，对，我们是用手拔就好。手拔怎么拔？你来镜头看。你看，我们拇指跟食指对，打开，握着。握着它，握着它，好，直接往下搬过来。啊哟！你看有没有听到，啪一个声音？有哦，啊，就甜呢。来玩，等你。冬天吃锅正是时候，不论是香菇、木耳、金针菇、杏鲍菇还是蘑菇，这些高鲜低热量的菇类往往成为火锅常见的最佳配角。在彰化有一间有机菇菌生产农场，不仅让菇菇们住在六星级的高科技厂房，甚至还拥有许多全台唯一的特殊食用菇，还让这些神奇菇菇在火锅料理当中呢，从小配角变成主角。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奇怪，不是要给我看菇菇的世界吗？怎么把我约到这里来？这一堆堆是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是烫的耶！我的妈呀！小马，小马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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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什么东西？倒下来了，倒下来了！这么高！来来，你下来！哇！小心点！为什么跟我约在这个土堆的地方呢？那这里是我们种菇最一开始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木屑场。这是木屑场，木屑场用来种香菇。当然啦。所以我们要把木屑放在这边之后，自己会长香菇出来。当然不是，里面的原料90%就是这个木屑。这什么木？相思木屑。相思木屑啊。哎呦哦，很烫哎。很烫，小马，你可以挖进去30公分，里面更烫，大概是50度。里面大概50度，比温泉还烫哎。对，那你怎么敢叫我把手放进去？要体验呐。里面这个现在是木屑在发酵的过程。哎，真的好烫哦，越摸越烫。等一下，这是一种发酵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们大概发酵的时间是30天。你说这是相思木屑，相思木屑本身把它刨成木屑，相思木嘛？对，把它弄成木屑之后，它自己就会发酵。我们要移到我们的这个木屑场，让它受到温度，温度会发酵，应该有湿度吧？因为这很湿啊。所以我们固定都会把它浇水。所以这是菇菇。各种香菇最好的一种养分。对。啊，你们这个呢，到时候会成一包一包的吗？会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得到。真空的吗？就是太空包。哎呀。对。太空包，厉害。好，那你带我去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走。太空包的主要材料除了发酵后的相思木屑，还要加入米糠、碳酸钙、小麦粉以及水一起混合搅拌，接着呢再经过高温杀菌、接种、培养等过程，才能够成为菇菇的温床。如果想要一探神奇菇菇的大本营，就得全副武装，再经过除尘式的洗礼，才能够进入神奇菇菇们住的六星级金源厂房。哇，好漂亮哦，一片，你看到没有？来，香菇心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花香味？我们家的银耳就是有淡淡的花香味。过来，这个花香味好像玉兰花的花香味。对，没错。好像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，停在路边的时候，有那个阿嬷来卖玉兰花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你可以我们看看。真的是玉兰花的味道啊，好香哎！哇，好香，而且它的成堆在那边是好漂亮哦。嗯。这个已经是长好了吗？对，长好了，都可以采收了。准备可以采收了。那为什么女性最爱这个？因为它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。它是养颜美容。养颜美容，保湿美白。保湿美白，吃就是对了。对，然后钙质也很高。我好像非常需要。你非常需要。美白上面来讲，真的很香。它这个香气会一直保持的吗？会，连煮新鲜的也是会有这样香。不过这个经济价值高吗？它就是植物燕窝，那比我们的那个真的燕窝还要便宜，而且那个它的胶原蛋白都还要再高。还要再高。市面上有90%的白木耳都来自于中国，而身为国内第一家生产有机银耳的农场，特地的将 RO 逆渗透水以超音波仪器震荡造物，将水打成最小分子，确保一点一滴都可以被银耳吸收。叶姐姐说，菌菇就像海绵，容易吸收来自于水与空气的污染，所以他们农场从国外引进总价2亿多元的密闭无尘室设备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污染的问题，同时也孕育出许多全台唯一的特殊菇种。就是这个哦，这边是，这个全台独一无二的这个，对，这叫什么菇？虎皮黑美人。
虎皮黑美人，它长得好可爱哦，我的天哪！马哥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是像老虎的那个外表外形一样，它有一点一点的。哦，这个全台湾只有我们。我不能让观众朋友发现我有老花眼的感觉。有哎，它真的有老虎的感觉，而且是黑美人，它长得好漂亮哦。漂亮。它是个漂亮的香菇，对，它这个是为什么说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呢？它是我们老板去日本采集回来的，那目前台湾都没有人种这个菌种。它吃起来什么感觉啊？口感呢很像那个我们的肉一样，就是有那种很像鸡肉的口感。真的假的？很像鸡肉的口感。那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呢？膳食纤维，膳食纤维，然后多糖体也很高。就如果说你本身不太爱吃蔬菜的人，其实至少要吃这个。对，它可以排便。哎呦，帮助肠胃蠕动，对不对？膳食纤维帮助肠胃蠕动，就不会有宿便啦。好，长得非常可爱，这算是大的吗？它还有更大的，大概像50元的硬币大小。有，我看到这个一个巨无霸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，看到没有？哒哒哒哒。对，巨无霸 size， 巨无霸 size 就已经可以收成了吗？对，像这个就可以收成了。你们收成是，那底下还有一些小香菇怎么办？一起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整个连根拔起，它只长一次而已。所以这样长完一次之后呢，这个太空包就我们就把它当有机肥，有机肥再拿去做，等于是环保。环保。由日本长野县引进的虎皮黑美人菇，灰棕色的低调外表，含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、膳食纤维与多糖体，算是台湾菇类的后起之秀。而外表粉嫩像玫瑰一般可爱的粉红玫瑰菇，据说着有着淡淡的海鲜味，和银耳一样，都是在农场中超热卖的特殊菇种。阿姨，你是专门在采菇类的？哎，是嘞。你是采菇班班长？哎，对嘞，我是这边种蘑菇的全部班长。是哦，啊，你看这是我们的工具。对，这是采白木耳的工具。哦，这个都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大概是好。就大长的呢？哎，这算很大长呢。对。好，怎么采？这个不用拿起来。不用拿起来。哎，不放着。哦。然后呢？这个我们把它右手拨起来，像梳头发一样。对，拨起来。这个工具就往下平平的把它削下来。对，削下来就好了。那这个还有用吗？这个不用了，就拿去做有机肥。对。哦，好，我来试一下。这好像帮人家剪头发哦。对。这边有，这里拨起来。有，拨起来了，我拨起来了，我全部拨起来了。对。然后这样切下去。对，很简单啊。不是，不只是简单，这个工作好有意思哦。因为我好喜欢这种切东西的感觉，哇，好想跟你交换工作。对，这个好有成就感哦。关你立来呀，当一日的啊，一日采菇员，一日采菇员哦。对。而且真的，他那个切下去那个感觉好酷哦，就像我们在家里面要吃火锅的时候要切那个白菜，有没有？一层切下去，一层一层这样，嚓，哇，好过瘾。而且这采下来啊，是整它都不会分离耶。对，你看，它的整坨就这样子。有没有？它不会分离，哦，所以你们打包包装的时候卖给人家也是这样一朵一朵的吗？对，一朵一朵的，也是这样的。强调这是在你们这边有机的白木耳。散发着浓浓花香味的新鲜银耳，洁白无瑕的外表显得新鲜又健康。而这些国产银耳不但有机，就连采收到运送都在半小时以内完成，保证原味新鲜。阿姨说，银耳具有排毒润肤的功效。前阵子的毒油事件，大家可以多吃银耳来清除体内的毒物。漂亮的银耳让我采的是意犹未尽。阿姨说，接下来要采的菇菇，保证会让我大吃一惊。哇，这个杏鲍菇也太大了吧！哎，不错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所种的，都是这么大的。真的，而且阿姨突然间语调在上扬，哎，不错啊，这是我们今年很大的哦。这为什么？这是新品种吗？哎，不是，这不是新品种，这是杏鲍菇。这杏鲍菇，哎，这不是新品种。新品种是在上面那个。这个是，这是杏鲍菇。这不是，这是杏香菇，全台湾只有我们才有。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可是长得很像啊。哎，对，你知道。但是它们体型差太多了，你要不要看到？一个呢是处于很有精神的一个状态，一个是处于没有精神的状态，有没有？但它你说这叫杏香菇？对，杏香菇。它是本身有香菇跟杏鲍菇的混合吗？对，
哦，你真聪明。这是所以叫这是你们独一无二，你们有的。对，你们这些培植出来的是不是？这个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价格有没有比爸爸贵？贵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青出于蓝哦，虎父无犬子哦。那我们要用这个来切吗？不用，对，我们就用手把就好。手把怎么把？你来记住看。你看，我们拇指跟食指对，打开，握着它，握着它，好，直接往下搬过来。啊哟！你看有没有听到？一个声音有哦，就挺硬的。来，我也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也可以吧？也可以，只要不要撞到哦，不要撞到这个。这样子可以了哈。哎，对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样子哦，而且是这个小小的，要不要拿下来？要，我们这一起哈。整株拔下来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哦。稍微把它保护好一下哦，然后整株就可以拔下，要用拔的，不是，不要拉出来，不要拉，用有一点往下，对，这也是好了吗？那个好了，长大了哈，也是这样子拔，也是往下搬，哎，看到没有，第一次就成功了，好棒哦，好可爱哦，啊，可以吃吃看吗？不能生吃啊，因为这是菌，对不对？这香菇也是一种菌种，不能生吃，一定要煮熟吃，好不好？全台唯一结合了杏鲍菇的嚼劲与香菇香气的杏香菇，还有体型超大让人无法一手掌握的特 A 级杏鲍菇，甚至是全台唯一的虎皮黑美人菇，这些神奇菇菇在有机无污染的环境下健康的生长，每个长得是头好壮壮，每天从产地现采直送，干净的程度甚至不用清洗就可以直接下锅煮来吃。说了这么多，就让我来尝尝看这些漂亮的菇菇滋味是不是特别迷人。哇，真的是一捧菇哎，对不对？好，当天采收的。这个菇要煮很久吗？不用，3到5分钟。3到5分钟，在它煮了30分钟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吃别的。好，现在吃什么呢？我推荐我们的披萨，披萨，咕咕披萨，咕咕咕。它的底是青酱的，然后我们加我们的新鲜的杏鲍菇跟我们的菇。我说在你们这个企业很用心。料多实在。料多实在，而且你们确实在食材上面很挑剔。除了本身你们这是菇菇王国，你们每道菇都有机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你们做出来的这个餐点呢，也是看起来可口，非常可口，而且呢，吃起来越好吃。这里面有几种菇啊？里面的话有杏鲍菇，然后跟我们的罗勒跟蔬菜，对。那主要就是这一道的话，就是以我们的杏鲍菇跟我们的菇饼为主，菇饼的话也是杏鲍菇做的，所以会脆脆的。对，有点肚子吃别的。好，我们先吃什么呢？要不要先试试看我们的菇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全台湾只有我们的杏香菇，好了吗？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可以的。小心烫。很脆。很脆，而且很扎实。对。它有一个非常浓郁的特别的菇味。你可以吃得到那个鲍鱼的口感。口感。对。然后香菇的味道。这个拿来煮鸡汤的话，应该疯掉了。炖啊，炖鸡汤都很适合。这一定炖鸡汤一定疯掉了。吃起来，口感超好的，而且它有一股爱吃香菇的人浓浓的香菇味，它保留下来了。然后又本身带着这个杏鲍菇本身的口感，杏鲍菇大致你切起来就有鲍鱼的口感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要吃什么？接下来是我们的虎皮，整朵吃，整朵吃，这样小心烫。这个跟杏香也是一样，它是膳食纤维。好幸福。我非常爱吃香菇。这个香菇呢，它的皮肤非常光滑，你在嘴巴里面咬的时候呢，很难抓得住它。你咬这边，它就跑这边来；你咬这边，它就跑这边来。所以就会在你咕噜咕噜咕噜，整个在你的这个口腔里面咕噜咕噜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哇，很棒哎！难怪是顶级的香菇哎。还有要吃哪一个呢？还有我们刚刚吃白木耳，白木耳，对，胶质特别多，白木耳，对不对？植物性的燕窝，有没有 QQ 滑滑的？当然。哇哇。你一般吃干燥是脆脆的，但是新鲜的话，我们是很 Q 很。
除了火锅，有机菇还能够做成各种料理与点心，不论是甜咸冷热都让人吃得安心又健康。看菇吃菇，如果还不过瘾，农场也让游客玩菇 DIY 的菌菇瓶，让游客也能够当个城市农夫，在家享受采菇的乐趣。从生产采收到包装，全程无尘的科技农场，让菌菇在高科技厂房里健康的成长，也让更多人吃到无污染高品质的神奇健康菇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福尔摩沙五花八门，跟着我的脚步，给你超乎想象的台湾 Daily。